叶问爱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程毅。最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？都可以。称呼你都可以。嗯。你的包袱有几斤？没有包袱。能接受在剧中丑到什么程度？剧情需要都可以。跟侯明浩搭档，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压力？好兄弟好搭档怎么会有压力？没有。爆料一件，除了演戏看剧本以外，侯明浩最经常在剧组做的事情？健身唱歌，因为他唱歌很好听，什么都唱。那你觉得张起灵这个人最重要要演出他的什么特质？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更是铁三角当中有血有肉的人。所以就是有血有肉，然后又要兼具神性。没错，你回答得非常好。跟吴邪私下你们最经常讨论什么事情？铁三角应该讨论的问题吧。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呢？刚刚我觉得五六个问题下来什么都没有问到。哎，那这就对了。不可以这么打太极哦。要神秘一点嘛。一句话安利这部剧。那就有胆你就看呢、啊、反正我不敢看。你猜自己的粉丝大多都是几几年？几几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我这里永远是18岁。你是不是背了台本啊？没有，你快问快答嘛。不用快。哦，不用快。哦，原来是这不用快的。对啊，台本是没问，我以为要这个环节要快问快答。那我们就来快问快答。最想和哪个女明星互换身份过一天？没有想过。现在想嘞？想不出来。你是不是对我们节目有意见？没有，我想和我妈妈好好过一天。对。如果你现在急需60万，你觉得圈内哪个好友会借给你？非常好的一位朋友杨子，他肯定会借给我。没有条件限制的话，你最想代言什么产品？安全、舒服、好用的。有没有一个类别？我还没有代言过，等代言的时候一定告诉你。嗯。想给你的百度百科里加什么内容？加一些吃的吧，还有就是我不太会，以前不会用支付宝，最近学会了。嗯，就是诚意最近会用支付宝了。对，可以。微信分组是什么样的？是你说什么？微信分组，就你有分组吗？没有。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样的？因为我没有朋友圈。什么样的评价会惹到你发飙？不发飙。就从来没有发飙过？嗯，基本上是的。我不信。哎，那你试试啊。采访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不是和你说话吗？你最近的快乐源泉是什么？剧播了，大家一定要看。你把他的嘴打开。那咬到了怎么办？会疼吗？会疼。真的？我觉得，其实我10岁。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不知道，他每次是不一样的。好。啊！是不是真的有点痛？哇！这真的是疼了。你要把它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如果你怕疼，哇！我说这个是可以考验的事，这个真的是他们没有去设定过，这完完全全是，这真的是随机的，随机的。又打开了，你看我，别快了，合不上了，合上了。我们这一部剧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们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作品，谢谢。我等时间堆叠成千年，看前路多荒蛮，我们守护着誓言，迎接下一站。习惯推背去挑战，磨合心里的蜕变，不惧黑暗，掀起狂澜，收割着生命的一程狂欢，我们让生命不平凡。
去飞，有配的作战，心耳边狂风在呼喊，命运之手紧握着勇敢，就让死活自然，我不惧危险，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，带着信仰去飞，让冰点灼伤你。